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刘同牧师。今天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五到第十八节。为此他做了新约的宗保，既然受死，除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，便叫蒙召之人得到所应许永远的产业。凡有一命，必须等到留一命的人死了，因为人死了，一命才有效力。若留一命的尚在，那一命还有什么用处呢？所以前约也不是不用血所立的。在这里讲到一命，那个意思就相等于约的意思。人死了之后，一命才能生效，这是我们都知道。所以同样的，今天约要有功效，一定要有流血。也就是为这个缘故，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了在新约里面的宗保。弟兄姐妹，你可知道这个新约的宗保不是随随便便可以做的？首先他必须是一位无罪的救主，否则的话他自己是有罪的，他自己都无法救自己，他怎么能救别人呢？就像中国话所说的，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。在这次台湾大地震里面，我们看到有一幅很有意思的图画，就一个照片，看见一个人在逃啊，手里拿了两个佛像，左边抱了个妈祖，右边抱了个关公。每次我看到这个图画的时候，我就想到，嘿，到底是谁保护谁啊？我们就看见一个有限的、有罪的人，是无法替别人的罪来救赎的。今天我们需要看见，能够使我们得以救赎的，必须是一位无罪的救主，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其次，他也必须要有人的身份，你才能够明白人的苦难。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缘故道成肉身，他明白我们人的一个限制，所以他就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，背负我们的痛苦。弟兄姐妹，你可知道这样的真理真的何等的宝贵吗？因为其实当你在苦难之中的时候，你其实最受不了就是别人拍拍你肩膀说，哎呀，我明白。他怎么会明白？事实上没有人会明白，这是我们自己所经历的苦难。无论别人的苦难是如何，都与这个苦难是不一样。有谁能够对我们说他明白？不可能。但今天只有主耶稣住在我们里面，当主耶稣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他真的能够明白，他与我们一同经历人生各样的忧患。我们看见不但主明白，而且主也能够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彻底胜过魔鬼撒旦一切的作为。今天的主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带给我们真实的平安、喜乐跟满足。今天主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，主也能够成为我们的力量。只要我们随时把我们的生命带到主恩的面前来祈求，你就发现主的恩典今天就够我们所用。求神的灵来帮助我们，今天在你的生命当中若是有任何的难处，你可以来到主的面前来寻求他。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大祭司，他能够成为我们的力量，成为我们的帮助，他也能够随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成为我们的指引。来单单仰望他，将你的生命交托给他。让我们一同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在那里真的是有无限的恩惠与力量。今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，为我众弟兄姐妹来祝福祷告。若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各样的困难苦难，主你今天就向他们施恩典，你明白他们的需要，你也能够在他们的需要当中亲自来为他们开路。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，阿们。愿上帝祝福你。